小杨，最近好吃嘞。好。糯韩松露，这一年只能吃一季啊，只有冬天才能吃上，要不然的话夏天的时候它会化掉，也没法生产。打开。这是今年的新年款，你看，龙年新年款，来倒出来。哇。有点装不下呀。哇，这一盒里边有100颗，而且啊还送2个新年红包。打开吃一个，还有4个口味，这一个颜色是一种味道。哇，上面好像还裹满了橙子粉。是的。嗯，好吃。好吃。姐妹们，还有2天就该不发货了哈，也就是说今年你再不买，也就是说今年你就吃不上了，因为过了年天气热，这种是没法卖的。所以姐妹们，有需要吃的赶紧去拍，非常好哈。这个里边还不含反式脂肪酸，老人孩子都放心吃就行了，特别特别香甜。这过年的时候，我在家里边摆个盘，特别有面子，而且28度入口即化。对，28度入口即化，赶紧去拍吧。特别特别好吃，这个是诺凡家的哈，是一个品牌的，你就放心买就行了。你今天再不买，明天就不发货了哈，也就是说你只有在今天下单才可以。